你看什么？你看，第一个你看不见，第二个你看不见。你这个光焊面子吧，这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切这么大干嘛？所以切一个，切一个，切一个，切这么大。你这头围难度小一点，为什么我们上次切螺丝这么大呀？你本来有这么大，切这么大呀？我们上次切只切这么大而已。那头上次说的话，根据测量它，那个照片。 是按你的尺寸来的啊！停！ 有一点。